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我的表妹？宋田义律师，我是怎么能伤害你的表妹？你骗光她所有的钱，逼她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。我就直接一点，我们两个是敌人，今天是，明天是，以后也会是，没有谈判的余地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。好。